穷梦华路加根，呼噜娃完全是靠预告生活。6月10日，顾盼生辉的新鲜吻戏又来了。陈小一及后背抱，吓得刘亦菲差点摔倒，结果被他揽入怀中。上次超级欲的买景吻是神仙姐姐主动亲的，这次陈小也要开撩了，猝不及防就亲了上去，眼里还有一丝狡黠，太欲了，就连刘亦菲都被亲懵了。接着两人四目对视，眼神拉丝，恋爱的酸臭味快要溢出屏幕了。其实你不用说这些，我不介意。可是我想说，因为我不想我们之间有任何在意。